10个月就喂他吃薯条，我妈妈就给他吃薯条，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行，然后他就会说啊，我以前也不是给你们这样吃，你吃那一根真的不会怎样，他就算吃一包也不会怎样，真的、哦，拍手拍手拍手，有些媳妇也不要那么灵光，孩子将来如果出什么状况，婆婆也有罪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